不过到现在为止呢，我们除了时代力量跟民进党有委员来以外，国民党跟亲民党代表没有来。按照协商的相关规定了哈，因为没有到齐，我们协商，因为已经多年多次，总是要做一个处理，因为没有到齐，今天的协商到此结束哈，到此结束。我要宣告的是，协商的结论啊，三个：第一，其余尚未讨论之各保留条次，即依前三次协商结论列为暂行保留之条文，均照审查会审查结果。如有新增修正动议，均予以新增一案，并审查会保留之案送院会处理。第二，全案其余条文均照审查会通过条文通过。第三，全案送请苏院长召集党团协商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协商结论，谢谢大家。